写作业没有专心跟同学在聊天，然后也没有很认真在写，边聊边写，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也有曾经对一个同学就是讲话不好听的话，嗯，所以我当时是想要让他移动位置，但是他就是即使不肯移动位置，就一直跟我说为什么我要移动位置，为什么移动位置。就把他抱起来之后，手滑掉，然后就他是摔下去的。有的学生说是老师把他压下，就是用双手把他压肩膀压下来，啊，有的时候有跟老师拉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还要调查。